吃的真的好香呀，好久没吃牛肉了。开饭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酒欢欢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中晚饭。端午节跟儿子逛超市，买了点桃子，买了半个西瓜，买了一点肉粽。绿豆糕，那你拿一盒吧。这种彩色的绿豆糕他要拿一盒，那就拿一盒咯。他吃的卤蛋，周黑鸭让你买的卤蛋，他喜欢吃这种卤蛋，好好吃。一人买了一个，然后买了几个桃子，先吃点桃子，好甜，是吧？嗯。今天外面好热，没错，他很喜欢吃桃子。我们早上吃的饺子，中午饭还没做。选桃子要选这上面全是麻麻点点的，要更甜一些。嗯，这个桃子是不是比刚刚那个甜一些？对，那啃第二个桃子。给你们看一下我阳台上种的辣椒，还有紫苏，这边还有几颗。这个魔芋还是这么瘦，它长在花盆里估计长不了多大。然后这芦荟长得还挺好的，那时候房东拿过来的时候还没那么大，也没长那么肥，现在看了好肥呀。旁边还长了几个小的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接辣椒，反正我这一个花盆里种了三颗，让它先长着吧。然后这是我儿子种的那个绿豆，都快开花了，看，他是种来观察的，并不是种了想吃那个绿豆，就是种的好玩。然后他这种的这一根大蒜，我准备今天拿来做菜了。这样看一下，阳台的小花园。我还挺喜欢种花种草的，可惜这里条件不允许。好久没有上秤称一下体重，53.8。我儿子在那里写作业，我要准备来做午饭了。先祝大家端午节安康。然后我今天准备烧一个牛肉，看，你们每次看我这个牛肉，就是说怎么这么黑这颜色？这是家里面的那个牛肉，然后我妈用盐腌了的，它是咸的。所以它是这个颜色，我等一下切了要给它泡一下水。今天准备做一个广式烧牛腩，之前不是买了这个他们家的那个酸辣汤的那个调料还怪好吃的，然后你们跟我说这个也好吃，然后我又买这个，还买了个其他的。今天做一个广式焖牛腩，然后我今天不是买了这个旱菜吗，4.5块，这个好多呀，可以分两顿吃。我先把它改一下刀，给它切成小块，切小一点。准备一点葱姜蒜，炖那个牛腩。我今天买的这个叉烧肉粽，然后还有这个肉粽是我儿子选的，我们不喜欢吃那种甜粽子，然后就选了这种。准备来热个几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够了。开始给它蒸个25分钟、30分钟也行。削两个土豆，土豆也给它切小块，切成跟那个牛肉差不多大的就行。现在先来给这个牛肉焯一下水，然后那个粽子等一下热了我们就先吃，吃了之后然后再煮点米饭，把这个血沫给它撇掉，用热水给它冲洗几遍。现在来蒸米饭了，还是弄的杂粮米加白米，我一般都是白米多，然后杂粮米少掺一点。然后你们每次都问我吃的是哪一种杂粮米，我吃的是这种七色糙米。现在要来把那个牛腩给它炒一下，然后炒一下之后再炖。锅烧热了，往锅里倒一点油，然后把锅给它润一下。先把葱姜蒜炒一下，然后把焯好水的牛肉放进来翻炒一会儿。翻炒一会儿之后，就把这个广式焖牛腩的这个调料包直接把它放进去。这个有点咸，要根据你肉的多少来放。然后再给它翻炒均匀之后，加一些热水，先给它炖煮开。
转到那个电压力锅里面去炖。菜单就选择炖肉，我给它多炖一会儿吧，炖个35分钟。你在洗袜子吗？对。过来吃粽子，把手洗一下啊。好的。把粽子给它剪出来，我们准备先吃。这个是你说的那个叉烧粽。叉烧粽里面其实也是肉啊。嗯。来，这个你要不先吃，我再给你剥那个。好，谢谢。就这样，就这样拿着。嗯，再拿着，两个手拿着。这个味道好吃吗？好乖呀。好乖呀。不好吃。不好吃。那给你吃这个来，那给我吃。那你选的叉烧的吗？那个是肉粽。我感觉味道更怪。54，一个都没吃完。他两个粽子他都是咬了两口，觉得不好吃。其实我也觉得没那么好吃。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买这种，然后他觉得肉粽好吃，所以为什么我就没包粽子？因为我自己包粽子包也包不好，然后包出来可能他也不吃，我也不咋吃，浪费。这个就是有一点甜，有点咸，然后很油。他去继续洗袜子了，我再吃一个，然后去炒那个菜。把这个红饭再洗一下。那个西瓜，你是吃西瓜还是吃还是喝西瓜汁？喝西瓜汁。那你把西瓜拿过来。拿过来我切一下。嗯。你现在帮我按着，按着个气儿。好香呀！这个时候把土豆加进来，然后按这个火锅键让它煮。切了这么大一盘，让我儿子自己去拿那个果汁杯来打。来姐。他过来把这个西瓜拿去，好甜啊！等我一下啊。这个又煮开了，让它多煮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汤汁给它收干一些。西瓜冰。好喝。这个还要让它炖一会儿。好香呀！放一点这个化猪油。炒旱菜，我刚刚放的是猪油，然后就把那个大蒜给它呛一下，把这个旱菜放进来翻炒，然后加盐调味就可以了。反正蛮简单的，这样炒也挺好吃。把我儿子种的这个蒜苗拿去当佐料呀，拔不起来吗？给我，谢谢。哎，不用谢。刚刚已经把它洗了，这个蒜苗，切一下，给它放到这里面。好了，这个牛腩炖好了，吃出来真的好香呀！好久没吃牛肉了。开饭。今天太热了。太热了，你这里面还要不要再加一点？不要，开空调，客厅也没有空调呀。你就喝这一点就行了。嗯，好吃。怎么了？你想啊？我吃太大口了。好吗？嗯。你今天工作多吗？不短。那晚上能陪我下去玩吗？可以啊。太好了。这个在吉林的好吗？嗯。我们明天，我们两个都可以放松了。嗯。这个土豆炖面了。这个青菜真的好好吃。旱菜。今天没有汤，我就要喝水。温水。吃饭的时候千万别喝水。为啥？要不然得肺啊，要不然得肺。什么得肺啊？嗯，没懂。就是吃饭的时候，嗯，不能喝水，因为这会导致胃下坠。哦，胃好。嗯，好。
4点。嗯，我们吃的中晚饭，晚上天过得可真快。是的，我开心了，因为明天可以去那个去玩了，去那个东什么东什么方什么特。其实这个又把它炖干了，带一点点汤汁就好了。我吃饱了。别人一看就看不出来这是西瓜汁，别人看这还看不出来。有很多人都知道吗？我班里同学几乎都不知道。我今天吃了几个粽子，真的，那个粽子好，好撑吃的。糯米那些东西吃了太腻的慌，然后感觉吃不下饭了，再吃一块牛肉。我不吃了，你慢慢吃。嗯。吃几口西瓜。好吗？嗯。我要再种一个蒜。好，一个字爽。清淡两个字啊。我这碗饭盛太多了，可能是你吃了粽子，然后你先喝了西瓜汁，又吃了一些西瓜，所以这碗饭吃的有点吃不完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也是的，我刚刚吃了几口，我就感觉好撑啊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下个视频见，大家再见。